得你是个什么样的团？leader？ 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，我就是想要第一名的团长。江雨绮团和袁咏琳团表现较为优秀的是袁咏琳团。我觉得我们三个的水平是不一样的，然后我们有很多时候不能只是顾及到感受的问题，要说还是得说。快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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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哎 ，rapper， 天，会 rap 了耶！不能走，只是说好话，明明就是我没跟上，就是要帮着一起去纠正，一起去改。我也是第一次好吗？大家都没有这种经验，我如果哪里做的不好，就告诉我。你用 jazz 和 rock 以及 hip hop 这条街，这不自然不舒服。苏醒的早晨，灿烂的午夜，怎么看那么鬼祟了呢？雨绮，你在我印象当中不是这样的哦，应该是很霸气的哦。我们老大今天有点怂，垮掉垮掉垮掉。我觉得啊，我觉得李诗和丽坤的表情 OK 了。哦，是吗？对，就这怎么说呢？老大，你说呢？啊，我看看再说嘛。哎，我不想练了，我累了。没事，琪琪姐，你困，我再陪你练。就那些小细节，给你扣一扣就好了。大概有家了。演戏演了这么多年，也没有这种情况，说这一条一条的怎么都演不过，气死我了，真的是。没有了。就感觉你所有努力看不到成果，然后你所有东西也没有进步，然后一直也没有进步，越跳越迷茫，越跳越迷茫，越跳越迷茫。我说，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拍戏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回放，我就是一个很自信，我都不看自己回放的一个人。我今天我每次看到自己，我从来没有不自信到我看我自己回放，我就真的我都不敢看，就好难看。喜欢就好了，你不一定。我是喜欢的，然后我就来到这儿了，来到这儿我不能一直这么差吧？没有啊，第一轮你人气很高啊，大姐。人气是人气，业务是业务，这是两回事儿，好吗？人气高的人，我告诉你，你问他们，只靠人气站在台上虚不虚？虚，哪个演员不得手上拿上一两部作品出得去，叫得出去？我是实力派，我才站在舞台上，我才硬邦邦。你说你只靠人气，你都不敢往前人前站的，你懂吗？就现在就是我的状态，我已经没有这种力量往人前可以站了，我已经没有这种自信了，我的就是，但是我就找不着自己了，已经。你可以的，雨绮。你不要老说我可以，我怎么才可以？练，练了，再练，没有不行的。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不是的，我真的有点厌烦，你不要让我跳，我要干点别的行吗？现在？好，我们现在不跳，我们待会儿再跳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你想干嘛就干嘛，你 happy is good。走。哎呀，走了，是真的，是你要有信心，对不对，坤哥？那我把信心捡起来，捡起来。我们来一个 dance break 给李老师看看。拜拜拜拜拜拜，就那种。哎，怎么办？欣姐都下地了，这还是咱们看的唯一的一个组，宝宝们。不行，真不行！我跟你说，别开玩笑，真不行，加必须加，加什么？加招，加招。踩跨了这个位置，然后按住我们的肩膀踩上去，六七八。嘿，滚蛋！滚蛋！什么演员？好，下来。你踩的不对啊，你踩在大腿这里，要踩到这个位置，要不然大腿特别疼。对啊，如果他们俩一踩这个脚就会这样了。就是舞台表演的部分我不是很担心，我就是怕有意外，然后包括昨天的那个叫什么技特技的那个，不知道什么叫什么大招的那个调整。踩啊踩啊，我先下来一下。嗨，我大师，他不行，他力气不行，不行不行，他力气不行。管他什么音乐！
好好，这个结束了吧？我想带大家回排练室再走一遍段吧。不要啊，结束啊啊！队长，不要，结束了。你要说点什么对于我们？第一个出场有没有想过拿第一名？怎么说呢？那就第一呗，怕什么呀？来呗，第一，耶！好了，走。他耶！好，走，走。耶！感觉你要上去打拳击了。我要别人看到我们是有实力的，不是只有能下炸呼的那种，或者只有人气，或者只有张漂亮脸蛋。我要别人看到我们有这种能力，就是如果我们想做的事情，我们一定会做到，我们也会为这个事情付出努力。
我想哭，哭的。一上来的第一个团就点燃了所有的浪花们的热情，太劲爆了，太劲爆了！来，我们有请姐姐们，对，有请到这边来。提醒一下各位浪花们啊，投票现在还在继续，喜欢他们的表演呢，就投他们一票哦。张雨绮，她来到这一组以后，整个人都变成熟了，她 leader 对吧？对对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地摊摇滚组合，耶！哈哈哈哈哈！地摊摇滚组合，我是大家好，我是地摊摊主张雨绮。大家好，我是地摊门面王丽坤。大家好，我是地摊网红 Liz Granny。 这个太搞笑了，地摊网红。来来来，三位，还有哇，这对与你无瓜空空花，三朵花花组成趴，全场 vocal 顶呱呱，投票需要你和他。啊，谢谢三位老板啊，来，请坐，你们辛苦了，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啊。张雨绮跟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的雨绮姐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，真的非常棒，过不过瘾，大勋？太过瘾了，太燃了，而且我记着非常深刻，就刚才那个眼神杀。让旋律为这世界画上微笑的曲线。我就是这种。哇，你是眼神沙还是眼睛进沙子了？这样好不好？那你们三位跟我们大勋来一起来表演一下什么叫眼神沙，让大家看一下什么是卖家秀，什么是买家秀，好不好？我们前面要不站个人，站个人。这小明哥你站过去吧，你不是历险记吗？你站过去吧，你稍微低一点，不要当镜头。你真的是准备用眼神杀我？在这个机器下面。对，这样就对了。这样让他们杀你吧，我就不杀了。我说三二一好了。好，三二一，免礼，免礼。哦。哥，哥，回来，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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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我，救我！刚才什么都没发生，什么都没发生。